有啦，这拢无饲，真个饲拢无啦。啊，无买100块咧。几百块？哎，都无饲，100块。多鲤鱼啊！现在缺货，缺货。哎，100个人来个100块。老板，你开。来。哎，100个人。100块。100无啊？真的啊！我靠！用真的煮卖拢会使。叫花，叫起花，花无人来，敢那花。用弄用起个较紧哦。来，讲要啥？用起个，来。你会去讲个要啥？讲话。你甲迄个牛二两个叫伊较紧来啊！我不甲袂晓。伊讲要，因为我无，伊无是线上讲啊，伊啥？又老哦。啊。又老哦。老三小妹啊，大概来拢老三小妹。你真是厉害。伊讲今天要过来哦、喔，牛二两，牛二两的赶快来哦、喔，牛二两的先生、小姐，你那个赶快来拿、喔，不然他要卖掉咯，他的三箱卖掉、喔。怎么回事？拿给我，不然我要自己拿、哦。忙卖忙卖，哎，搁现在卖也卖啊！忙当忙当忙当，进来！忙当忙当，进来进来！100块，100。100块，对对对，今天生意不好，对，今天生意不好。三杯，啥物面是好食？一包一公斤，团购一包会百八，一包现在百五，100块，100块。100，现在吧，100块。还佫100块，先卖100块。你讲要食公斤？
因为有风啊，啊我平面穿太少了。有啦，因为糖少。你看你是穿薄的，拜托，这里面没有了哎、欸。这里面那么薄，穿短袖的啦。我不知道怎么冷啊。你可以遮风。我来以后，我来这边以后发现，哦，怎么那么冷？啊、你看，那件都比我厚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呢、欸。对啊。我就这一件，里面一件、两件而已，啊、这件外有跟没有的外套一样。100块，还够了买我100块。因为这样子挡风就会好多了。我主要是挡风，这边有一个风进来。你要鲑鱼，你要。20块钱卖。嗯。哎、欸，有整只的，不过整只的，它现在是大只的。来，只包够100块。一把。是吧？无好算啊！我嘛要我开，无好算啊！这无好算啊！牛肉卤人要吃无？牛肉卤。边介绍你有好多买啊？你刚才一包啦，无超过200包，你现在一包要开200，150了。无啊，五个客人也无啦，哎，100块了，100块。一百。100了。过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结账。收了啊。不收钱。哈哈哈哈。一片钱呢？20块。对啊，你这个时间他其实东西其实没有带很少，因为这个时间来看后面这样子都赚，基本快都赚。对啊。你够两个500块了。一叠两叠三叠四叠，你讲叠几多钱？超难的，超难的，一样的，啊，我拢买一箱啊。你不会偷拉下巴的哦？你还偷拉下巴还在多少钱哦？我用煎的，煎虾，煎虾，你阿免下油啊？要太有油啊？我头摆学少许就是这么新啊，咔咔就弄六条，弄六包包，无偌济，冰箱下落，你一定要处理，你不会说买回家就放冰箱，哦。还有，没有人要呢。哎，今天12月1号，哦，要人家薪水耶。再说差不多了。500块。哦，这个，七叠八叠，再过8000卖，500了。500块。再过来。各位帮我按到500个赞，剩12个，帮我按到500个赞 ，OK。来，不要。去拍下，去拍一般片下卖。再弄过来，免500，300了，最好提来提我，300块，我不过期啊。300，八叠300。来，找进来。谁呀？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。200。这是黑暗吗？哦，对，这是虾子，河虾。一盒的虾子，整盒的虾子，哪一国的哦？我看一下。乌拉圭，今天要给，还是巴拉圭啦？隔壁啊。乌拉圭虾子哦。六级嘞？还有另外呢？乌拉圭王子像的。唔知啦。知。我哪会知？嗯，你在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鞋好水，我跟你讲。加金冠。boss 哥啦。谁？你是乌拉圭 boss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现在啦，你加300块了。加金冠当水的。有人爱无？加300的。我好无得买，这个鞋我好难去寄啊，300块都买不着啊。300。安尼啦，我先讲起买两盒啦，500块了，500块啦，两盒500的，500块。到这也卖去。一盒300的，2盒500的，你不买2盒？放不下没关系啊，你就今天回去先把一盒吃掉啊。买2盒啦，500。好啦。第二个有人爱不来？500。两盒。好。
我们家。你要去冰，包一包，一点点。那个今天没有不好啊，你为什么只说今天不好？首先，现在八点四十，今天没有不好啊。安尼，给我借问一下，你想要一声？借问你用心何在？哎，你想要一声？恐怖啊！第二号。第二嘞，沙发，买沙发。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有，在压在下面。今天有鱿鱼包。今天有鱿鱼包。你先买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我吃炒炒的，哎，还300块。这个好像还没卖吧？耶，哎，鱿鱼花。卖完了。卖完了，我没有看到你卖啊。本来不是压在下面吗？没了，好吧。过来，不吓人吗？五宝，五宝，五宝，哇！哎，不算了，放弃。你黄鱼价，你四百下，你四条黄鱼先卖了，400了，350，350，389.385。还有呢，哈，你卖沙发都无人来，还够还有呢，哈，别讲钱的，对吧？有啦，要不鲑鱼，哈，鲑鱼，鲑鱼虾，不是这种，1000块，不是这个的，哈，不是这个的，有几块1000块呀？1800，挂车2000啊，不切就2000啊，要切就是2000，不切就是1800。就看他要不要切零买的，零卖的。拢会使啊。我知啦，是讲每件好所在。真贵啊！我女人。这么大只哦。对啊，加大位，哦，你们那个贵，真贵。真贵。正常先生。他要切散的。好。他要切散的。他应该按年包，抢快点走。要帅，要火爆。卖了，卖啊，阿买，哈哈，这叫我买。这边十条的三百块，这两个上个钱，两个300块。三百。给再一个人来，我300块。帮你拿，来。三块。300块。哎，别再给我现在300块的。来。还贵。还高点，过来，别走过来。来，来找你。哎，小心，然后好。好的。哪里的？哪里的？哪个人啊？别带。人那么多，还包起来了，套在里面。还十二个券300块。太阳出来。别带个券300。台中叫什么？那我们一样。还白带一个券300块。希望那边。因为这边单挑啊，早晚运气比较。喂，拿来。三百块我三卖完了。这么贵啊？哇，第一双。你这芒果有问没？够。没有。
哎、欸，羊肉卤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了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天买了，再加料。应该还有。把那个牛肉跟羊肉都放一起。两个放在一起。羊肉跟牛肉放一起。对，两个都是肉啊。他们两个味道有合吗？羊羊要两盒。有啦，你有多少啊？阿松，你卖较好呢。各位讲我听。你的客人啊，喊都不买，然后不喊的就。对呀，对呀，要死。做两杯羊肉卤锅。我来搞。宝地跟这边的落成度差好多哦。宝地是谁？他没有放音乐啊，他没等音啊。我们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哎呦，剩三两多。给我啊，你的宝贝。花花的羊不肥，照。你来那一站，你给我滚来啊！不要。那边先。我的膝盖上面堵。哎呦，姐姐。这个怎么卖？三片五百。三片五百。今后再来回去，我背影看明天了。因为你说起来了，风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要吃什么？就听讲啊，我也不会唱。但以后花贵啊，以后无讲了，好不好？有呀什么？你带有人来不啦？带水。哎，我只不过抬头，我开就还要得开五百。五百五百，两百现在一千零，三百千五好。等一下。都给你了，我买了。我跟你讲，跟你讲一件事，我给你，全部。那后面也要全部吗？这个吗？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哇！哎呦，这家水叔的，我在水。看看，哎，客气亲来。有干杯，有干杯。一千三呢？一千三。干，那里刚好九十，一千三。干杯一千。干杯一千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是，你妈妈都。你妈妈都全程来啊，刚刚五号都全程来哈。哎，管他谁，管他谁，都站住不要乱动。
我帮你拿好了。来，搞700块。你又行回来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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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哎，我来这念，念阿弥陀佛，请一只鱼啊！哈哈，安吉啦，吉啦，稍微200呗，150了。哈哈，干嘛你不来这？那你买少一点点就好了，就是。